虽然乔西川现在说的天花乱坠，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可能说的没有一句实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从逻辑上来讲，他编这些谎话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牵扯出他更多的犯罪记录，加重自己的罪责。而且他还交代蝙蝠是他的同期学员，这一点省厅那边正在核查，很快就会有结果。他为什么要交代这些呢？我确实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没意思。没意思。我觉得他可能指的是所有的事情吧。他现在处于一种极端消极的态度，既不抗拒，也不配合，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整个问讯过程，就像听他讲故事一样。今天刚才来电话了，蝙蝠开口了。 他承认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但是跟乔西川一样，声称自己对这个组织了解不深，也不知道杰弗瑞是不是最高级别的幕后主使。我们当前的任务不变，还是要集中全部精力抓捕杰弗瑞。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程雷虽然在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但他不一定能够把杰弗瑞引到中国来。 今天看起来精神多了，我希望你好好配合我们的调查。或许给多一点自由会更好。自由属于遵纪守法的人。乔其川，配合还是抗拒，决定你今后的命运。在问讯开始之前，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给他一点甜头，他马上就想要更多。宋局，看来没起作用。嘴里能说出“自由”两个字，就说明他已经恢复欲望了。有欲望就有突破口。乔西川，你现在已经是罪行累累，并且我们也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今天，希望你能一桩一桩的。 把它交代清楚。咱们先从10年前开始说起吧。10年前，国家开始收紧了稀有资源的相关政策，加大了对非法倒买倒卖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就是那个时候，你的搭档被国安局盯上了，是吧？为了掩护他逃走。 你雇佣了一个叫樊德伟的货车司机，让他在关键时刻撞停负责跟踪的国安车辆。你给他的报酬就是替他女儿治好白血病，是吧？结果，樊德伟因为太害怕，事先喝了很多酒，没有控制好撞车的力度，直接导致对方车中。 Scenario 2. Calling this lap and going scenario 2. There's Susie Wolf, team principal of the Venturi team.
up. You've thought it through. What's wrong? You got any trouble with Hermes? How can you prove that you already got the data? That's the only way we can get ourselves out of this trouble. Yeah, you are right. You better not cheat on me. I can just as easily kill you as I can save you. Lack of modern safety features pushes most car buyers towards newer options. Of course, I know. Can you make sure nobody is currently watching you? I can still come right now, so I am temporarily safe. At the time, they were running a 6 series, which really wasn't intended anymore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competition from overseas. So they looked at the homologation rules and decided that a variation of 30 with a different engine would fit the bill and be competitive. Yeah. We're so careless. It's possible that we've already been monitored. Yeah, it's possible. But Jeff, we have dealt with this situation. Plus, we won. You should remember that. I will send some capable men there to save you. No. I have told you that. You should come by yourself. That's impossible. It's easier to take something away than taking a fugitive. If I were you, I would choose to kill and take the data. You don't trust me then? What I will say, I won't change my condition. Come get it by yourself, you know? The more dangerous the situation is, the more benefit it can get. Am I right? Listen, I will send my best man there. This is my best condition. Yes, sure. Hermes is indeed powerful, but they just can't control everything. I have earned enough to hide somewhere for several years. But what about you? Think about it. Song Jue, 情况不妙。情况是这样的，要想继续推动行动，恐怕必须要说服乔西专全力配合。明白。有把握吗？ 已经找到突破口。那好，继续吧。我们可以继续了。贾长安到底是不是你杀死的？不是。 以你的智商，猜不出是谁干的吗？真不是你？啊，我的手从来不沾血。你是不是想说，你跟 Jeffrey 程雷、蝙蝠那些人不一样？你只图财，不害命。我想告诉你的是，有的时候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动刀子的那个人。你说你没有想过当年会有意外，但是安威确实是因为你的计划而死。 还有你一定没有想到，樊德伟这么多年，因为你当年自以为那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落得现在家破人亡。不可能。只要樊德伟不松口，在最多再牢狱待2年就能放出来。到时候他女儿的病也治好了，我的计划对大家都有利，这是我一贯做事的原则。那是谁负责出资救助樊德伟的女儿？ 是你当时的东家，赫尔墨斯集团，对吧？对。只可惜他们没有实施你的计划。
为了尽快堵住樊德伟的嘴，他们很快就给小女孩做了手术，但是移植的是无法匹配的肝细胞。小女孩去世之前，她被排异反应折磨了很久。不可能，你骗我。我们没有必要骗你。你的那个原则有什么用？你才是真正杀死小女孩的那个凶手。宋局，安科他们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会引起他的抗拒心理。这才刚开始，记住了啊！要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第一步就是要彻底推翻他对自己的固有认知。这我明白，可是乔西川自认为跟蝙蝠这样的人不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谋财不害命，算不上罪大恶极。犯罪分子啊，往往都抱有这样的心态，拿自己的行为跟更加恶劣的行为做对比，给自己寻找良心上的退路，以达到自欺欺人的目的。所以，就是让他明白，他跟那些人根本没有区别。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我们查到，当年你费尽心思掩护的那个搭档，因为一桩走私任务被走私船的老板黑吃黑推下了海，死了。就是因为你当年的自作聪明，不然那个人可能不会死。我们接下来说说周恋吧。周恋死之前拼尽最后一口气给你发了一条短信。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个数字228应该就是蝙蝠的英文单词，很明显这是一种警告。他发给你了，对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蝙蝠并没有直接得手，但他的出现让周烈很恐惧，恐惧让他慌不择路地逃跑，在横穿马路的时候遭遇了车祸。应该撤出来。你跟周烈是什么关系？那我这样问吧，一个为钱卖命的间谍，是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拼死的还在警告你？周烈他不算是职业间谍，他很聪明，但就是太爱钱了，所以才认识我，被我利用。他说过好几次要撤出，可我总跟他说，做完最后一笔生意，就能退休了。这种话我说出来自己都不信。你这是在自责？算是吧。你应该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我叫安静。十年前牺牲的那个国安的侦查员安威，是我父亲。按照你的那套逻辑，可能在你看来，杀害我父亲的人并不是你。樊德伟女儿的死也跟你没有关系，你的那个搭档也不是，周恋也不是。但你可能根本没想过，我父亲的死，对我跟我母亲，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也不会想到，樊德伟一家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还有你可能还在想着，也许有一天你可以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再重新见到你那个搭档。直到周恋的死，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吧，乔西川。直到今天，
你仍然觉得你跟程雷、蝙蝠、杰弗瑞，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吗？别说，乔西川，你说自己18岁的时候执行了第一次任务，十几年了。这算起来得有多少条人命死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完美计划，从安危到樊德伟的女儿，从你的搭档到周恋，被你间接性害死的不止死个人吗？你害死了多少人？你害得他们家破人亡，你自己看看你的那双手，上面已经是血战累累。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没得选，没得选。他们都死了，只有你活着，所以你不需要去做那些做了选择就无法回头的话。对于你的搭档，对于周恋，甚至对于贾长安，他们都没有选择，只有你有。我没错，我没错，我没错。审了我那么久，是想让我帮忙是吗？准确的说，利用。乔一川，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把杰弗里引到国内，并依法对其进行拘捕。我现在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你，要达成这个目标，就需要你毫无保留的全力配合。当然了，你这么做换不回你的自由，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得到一个机会，一个挽救你灵魂的机会。没时间睡觉，总得吃点东西吧。你也多吃点。你在想什么？我想我爸爸。那天逮捕了乔西川以后，他还处在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他，我当时恨不得直接冲上去把他掐死。但是你今天控制得很好。我没有控制，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感觉不到愤怒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面对杀父仇人，我竟然没有愤怒了。别想太多，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麻木还不是坏事吗？这不是麻木，你只是自己和自己和解了。这么说吧，当时你在医院的时候，如果不是身份和职责，你真的会掐死他吗？哪怕要去坐牢，你也不管不顾。可能这十年来对你的困扰，已经和乔西川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可不是在为他辩解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十年来，你最恨的人，折磨你最多的人，会不会是你自己？其实我刚来双清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你，我也是这种感觉。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想明白，就觉得你和以前不太一样。这不只是工作上的历练，还有你自己身上的那股劲儿。明明说话轻声细语的，却有可能随时都会爆发。你知道原因吗？那你知道吗？因为你觉得，你之所以承受这些痛苦，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所以你逼着自己变强，去保护身边的人，保护苏阿姨，保护市局的同事，保护杜某。你希望身边的所有人都不用再去经历你经历的那些痛苦，但是你在决定生死的较量中输给了程雷，面对杜猛的牺牲你也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天下无敌，根本不可能保护得了所有人。十年了，你用来鞭策自己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你别再说了。安静，没有人是完美的，也包括你自己。如果这件事情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就心平气和地去接受。我知道你内心一定同意我的看法，要不然刚才面对乔西川的时候你不可能那样的平静。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自己和自己和解了。马上，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心理咨询师。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嗯，走吧，就算不完美，也要尽力去努力吧。走吧。姐，你怎么这么淡定？那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就做不到。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程雷。你说，国安的人抓住他了吗？不知道。我觉得我都留下阴影了，我以后再也不想谈恋爱。露露，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说这么幼稚的话。可是我真的觉得，被程雷杀害的那个男孩，你说他瘦瘦高高的，还很年轻。嗯，他去过咱们家，我看过他的证件。叫什么呢？我想不起来了。好像叫杜某，比你大不了几岁。我之前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特别严肃，严肃的都有点过了头。我在想，
他也许生活中是一个挺阳光的男孩吧，但是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绷着脸，所以才会多少让我觉得有点不自然。露露，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你说你会有心理阴影，这很正常，但是跟死亡相比，这真的不算什么。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那个没心没肺的人，你永远是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自己一个人扛。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你是真的麻木了，还是那么淡定。先是贾长安，然后是周恋，还有杨旭、程雷，他们每个人都心怀鬼胎，就连爸也。爸他本来身体就不好，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我好想爸呀，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啊，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为了利益可以随意去践踏生命，为什么有的人为了别人可以去牺牲自己的性命。这好多事情我都想不通，也解释不了，但我们至少能做的是不去伤害别人，也不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屈服。乔西川已经同意配合我们行动，而且根据他的交代，确实有一个人可以直接向杰弗里下令，应该是赫尔墨斯集团的首脑。我们可以让乔西川假扮成这个人，向杰弗里施压。我同意。从上次通话情况来看，杰弗里可能随时会选择逃跑，我们不能再耽误了，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我在想啊，我们对乔西川能信任到这个程度吗？现在只能严密监控，而且走到这一步了，他不可能罪上加罪。那就执行。Jeffrey, you got my stuff? 不行，语气还要再慢一点。你放平心态，慢慢调整。Jeffrey, you got my stuff? 声音还要再低沉一些。好，好，我来调整。现在呢？我试试。Jeffrey, have you gotten my stuff? 你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Who's that? Jeffrey, have you gotten my stuff? Sir? Don't waste my time. Answer my question. Sir, I'm dealing with it. Trust me.
I will deliver it to you as soon as I can. Stop wasting my time. Sir, I told you, man, I thought you agreed to give me more time. Look outside, Jeffrey. Tell me what you see. Nothing, sir. Exactly. Because the bullet is going to fly to your head in a week's time.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No, sir. 1 week is too short. I need a little. Stop wasting my time. I don't care about what fucking means if you're going to use. Even if you fly to China and get it back yourself, it needs less than a fucking week. You have cost us enough trouble. If you can't get the mission done, killing you alone won't be enough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I promise, sir. I promise. If you can't do it, tell me now. No, but yes, sir, I can do this. I promise, guarantee. If you think you won't pay the price for lying to me, or that there is a place on this earth where I can't find you, you couldn't be more wrong. Sir.你觉得怎么样？他没有理由不相信。谢谢你的配合，你做得很好。报告，目标的手机接到了一封邮件。稍等，目标正在拨打电话。收到。I received the email. We used to use this code. Do you remember? Yep. You changed your mind? Wait for my message. Remember, only contact by this code. Got it. I look forward to it. 子轩，先是邮件内容。明白。这效率太低了，这不合理啊，你觉得呢？应该不可能太复杂，否则得有密码本才能解译。这里面肯定混淆了大量的无用字符，用来混淆视听的。好，先停一下。有专门同事负责密码的破译，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先去补一觉吧。我还好。服从命令。宋局。这种密码的发展性还有限，也就是说，它有固定的解码方式，不可能做临时的改变。对，如果乔西川之前使用过这种密码，他一定知道怎么破解。没错，而且陈雷和 Jeffrey 都不知道乔西川还活着，甚至不知道乔西川已经被我们利用。好，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暴风眼行动最关键的一仗就要打响了，我需要你们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刚到，目标还没有什么动静吗？是啊，上次联系杰弗里之后，这都三天了。你们吃。目标离开过房间吗？偶尔在走廊、楼道转一转，没出过酒店大门。嗯，
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昨天酒店打过报警电话，说是储藏室被盗了，但是没有丢什么东西，主要就是被破坏得很严重。是用来放什么的储藏室？就是那种一次性用品，什么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之类的。监控有拍到是谁吗？是程雷吗？程雷倒是有机会啊，从楼道来到储藏室的员工楼层，但是无法确定。那层监控器在程雷入住之前就已经坏了，我跟办案民警沟通过，现场有很浓的酒味，初步判断可能是由醉酒的员工或者是旅客干的。行，我先去市局开会，等会儿再回来。来。你不给我看，我怎么帮你翻译啊？你说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破译的办法呢？你这是在待价而沽？核心是每组密码中的符号，只有加号右边的字母和减号左边的字母才是有效信息，剩下的全是干扰。我说的没错吧？杰弗里的信息很明确，即将到达，做好准备。但是陈雷回复的这个数字05262013，什么意思？日期。所以2013年5月26号，杰弗里在哪儿？你有没有印象？不知道，我跟他也是在交接任务的时候见过一面，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不可能记得。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数字，这应该不是什么代码，就是明面上的日期。也有可能就代表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先大胆的猜测一下，有可能之前陈雷和 Jeffrey 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就发生在这一天。陈雷这是在提示对方，按照当时的方案掩护他逃走。要不，我们先把陈雷抓了，然后马上你可以假装陈雷跟 Jeffrey 通话，把他引出来。声音模拟器已经完成了吗？陈雷和 Jeffrey 的声音都有了，相似度可以达到90%以上。可以先留着备用，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干。但是我们对 Jeffrey 的了解太少了，他一旦稍作伪装，我们很难从人群中把他找出来。而且，在没见到陈雷本人之前，恐怕 Jeffrey 都不会主动现身。明白了。我就强调一点啊。基于陈雷之前的表现，我们没办法知道他还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尤其是在他孤注一掷的时候。任务要完成，但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绝对不能受到损害，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前提。明白。前进。
天晚安跟和你一样的赤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一生无迷。